实我们工作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喜欢选择按摩来放松。在台湾呢，有一家公司的老板自己啊主动出钱请按摩师到公司里面来帮着员工来按摩，员工呢不用付钱，每个人就可以享受到15分钟的肩颈推拿。大家都说啊，这一天的疲劳全解除了。下午时间，很多人都在抱头工作，这间杂志社的员工却这么享受，坐在椅子上轮流让师傅按摩，一个人15分钟。肩颈都不加硬了、啊，嗯，平常压力应该蛮大的。没错、嗯，工作压力大，真的很需要舒压，平常得自己花钱才能有这样的全套服务，现在全部由公司买单，从头肩颈到背部全部按过一遍，马上通体舒畅。肩颈比较酸痛或者比较紧绷。那这样按一按的确有真的比较舒服，像杂志业啊编辑业，那现在甚至是可能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其实很多行业他们都很适合。这个很贴心，除了请人到公司帮员工按摩之外，还设置这样的咖啡吧，让员工在工作空档可以来泡咖啡激发创意，而且还有其他福利，美妆产品试用或是一些像是要上市的食品的试吃，这样的工作环境真的让人很羡慕。其实肩颈按摩1小时600元，公司舍得花钱也成功收买员工的心。